今天老弟在平板上表演一个节目啊。那你练的是叫啥？练的是，追焦转过，然后一年就是80多斤。你现在多少粉丝呀？练的25万。 做我网络直播这一块，就是一个月能赚多少钱？哎，这两个月不仅把酒杯快，最主要的就是两点快。两点快，有时候我看你赚点钱，还给别的厂里人打赏了。对对，因为俺比我们困难，比我困难，知道吧？俺跟自强都是个人，弄个该弄的活，尽量去干。帮家里买点菜啦啥啦，买点啥去吧，买点说起用品啥。我呀，凭我的牙齿，去店里自己的功夫，让别人去干一个，咱的人在家里练了什么，干了什么。